天已经马上就会出现，我得离开这儿。我需要武器和药品，加油站里也许能找到。那边好像有个加油站，但愿里面是安全的，我可不想受伤。那边的是变异者，得小心点。 在这里受伤的话就麻烦了。我需要抗提药剂，但愿这里还没有被拾荒者给掏空。见鬼，是个空罐子。 抗提药剂，它可以治疗初期的变异症状。谢谢你。 这里有变异者，这些怪物简直没完没了。枪声会引来更多变异者，得赶快离开这儿。慢一点。 放轻脚步，但愿变异者不会听到我。那边好像是个废车场，看上去很危险。可恶，这条路的前面全是变异者，只能去废车场里看看了。 谢天谢地，手电还能亮。
这里有辆摩托车，这里面的变异者比我想象的还要多。谢天谢地，我有把好枪。这个火花塞看起来应该能用，那边是修理厂房，应该能找到我需要的工具。我还需要一些汽油，在这附近找找看吧。这地方让我有不祥的预感，我得快点离开。成功了，这里不适合开动车辆，往前面走走吧。该死，我怎么把衣服给弄脏了？